日前与男友金小钟联手推出新歌《乒乓》回归歌坛，正逢积极打歌阶段，泫雅也换上多套前卫性感造型，让粉丝们大饱眼福。日前泫雅就贴出其中一套服装的制作过程，只见她将要价50,000多元台币的精品名牌包底部剪开，并剪出两个便便形状，再和粉色的缎面布料衔接，制作成胸衣舞台状。两颗鲜艳的 LV 便便刚好落在胸前，特别引人注意。而贴文一出，就涌入大批粉丝们留言，许多人称赞泫雅创意无限，没有她驾驭不了的衣服。但是更多网友是发出崩溃共鸣，我希望我也可以有钱到做出一个便便形状的 LV bra。原来这就是富有的感觉，不需要用说的就能告诉我你很有钱，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。